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 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！哇，康乃馨完成喽！ 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“我爱你”吧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 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 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！哇，康乃馨完成喽！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“我爱你”吧。 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。 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！哇，康乃馨完成喽！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。 对妈妈说声“我爱你”吧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 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，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 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！哇，康乃馨完成喽！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“我爱你”吧。 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
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康乃馨完成了，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我爱你吧。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康乃馨完成了，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我爱你吧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康乃馨完成了，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我爱你吧。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康乃馨完成了，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我爱你吧。今天的画画魔法
吧，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康乃馨完成了，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我爱你吧。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，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加油，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哇，康乃馨完成了，一起画一朵花送给妈妈，对妈妈说声我爱你吧。